月一号全球跑步日这天 ，Under Armour 特别号召上百位热爱跑步的朋友一起来到台北市的华山文创园区参加 UA 跑者之夜。教练带着跑友穿上最新推出的 Harvard Machina 3长距离跑鞋，参加 10K 路跑，一边体验跑鞋，一边欢庆全球跑步日。Under Armour 还特别邀请到专业的跑步教练来跟大家分享跑步知识和配布。Harvard Machina 3也在跑鞋内植入晶片，民众只要利用蓝牙连接 App 就可以记录下自己的跑步数据。App 也会提供建议，告诉你要怎么调整跑姿。一起来听听跑友们实测完的心得吧。就是整体它非常轻的，然后支撑度也很好。像我平常跑中长距离的话，我觉得这一双的稳定度是很高的。它的底座蛮有厚度，所以跑起来蛮舒服。鞋子它前半段我觉得很像踩在那种细胶的感觉，包覆性很好，然后踩起来很舒服。一位跑者之夜带大家一起跑起来，希望让大家感受到跑步的美好。